童儿，再让我睡一会儿嘛。姨父，用飞剑叫人起床，虽然别出心裁，可是会让我短好几年寿命的。像你如此闲散，突然虚度光阴，少活个几年又有何妨？哎，您火气别这么大嘛，咱们在这山谷里也是虚度光阴，而且时候还早啊。时候还早，都已经日上三竿了。你有空在树上打盹儿，还不给我去张罗今天的午饭？是，姨父，咱们今天吃些什么好啊？那些都吃腻了，你去寒潭的大瀑布那里打条肥鱼回来。可是姨父说过。寒潭之水极阴，一再告诫我不可进入潭中啊。蠢材，谁叫你进潭抓了？你前几天学的无方飞剑，这会儿不是正可派上用场吗？姨父，孩儿不过是练了一点皮毛，要拿来抓鱼，只怕……之前瞧你练得有模有样。这对你肯定是轻而易举。把你的木剑拿去，没抓到鱼就别回来。啊，我这就去。申子俊的脸是，不，申子俊的右眼是瞎眼的。哦，OK。以往义父从来不肯教我武功，前些日子突然教我这招无方飞剑，今天还特别。要我抓鱼来演练所学，想必是别有用途。既然如此，我可不能让义父失望，一定要用飞剑抓条大鱼回去不可。要来了，气云掌指，一野剑锋，凝元化境。好大一条鱼，我得赶紧带回去给义父。好一记无方飞剑！是义父。义父，我抓到了，你瞧，好大一条鱼。我不就说你能办得到吗？不过，义父，怎么了？笨蛋，你的力道过猛，鱼的脏腑都被震碎了。多怪孩儿学艺不精。算了，鱼就交给我来处理吧。义父。今天怎么这么讲究啊？莫非是要办宴席吗？你何时起废话这么多了？是，我这就去。
吃得好饱啊。这痰盂虽然十分滋补，但因久居寒潭而阴气极重，烹煮时不但得佐些热性药材克除阴气，还需要有些内功底子，食之才能受其意而不损真元。哦，所以才要放入苍竹和山椒。填饱肚子之后，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总是一个人练剑，无聊得紧。小子，你陪我到下面对上几招。义父，孩儿的身手怎么能与您？少废话，我叫你来对招，你就乖乖给我来对招。我先到平常练剑的地方等着。是。你来了，小子，别一脸不情愿。义父，孩儿的剑法还是新学乍练，论修为不及您的万分之一，真要上场对招，只怕……那又如何？习武之人最重历练，就算你只学了一招半式，练习临阵对敌也不嫌早，明白吗？是，孩儿明白。我先让你三招，让我瞧瞧你的力道准头。义父，孩儿真的可以吗？哼，以你的身手，岂能伤得了我分毫？来便是。是，那么孩儿得罪了。哦，停停停！哦，这是固定的，好。哎，上下左右什么意思？啊，选人。哎，好好特别哦。OK， 用，然后按一，哦，还要按一确定。开枪！那是格挡。那不是让我三招吗？你挡屁哦！开剑！再来！天哪，这个音乐！还算有点样子。还算有点样子。都是义父教导有方，少拍马屁。接下来换我出手，你凝神守御，设法挡住我的一击。是。挡得不错，攻守并重，方为制胜之道。接下来让我瞧瞧你的无方飞剑。不用客气，尽管全力施威。哦，还有说明，可随心所欲任意攻击一名前排或后排敌人。OK， 单体技。哦，要蓄气。哦，对对对对。天分，这一记飞剑虽然劲力不足，但已有几分火候。让你瞧瞧真正的无方飞剑，想必更快让你领悟以气御剑的奥妙。啊，等等，义父，您可要手下留情啊！放心，我只会用半成功力的。记得凝神防御，看好了。
黑豆，你直接把我劈死。小子，这一记飞剑没这么重，起来吧。义父，我全身酸痛，好像四肢百骸没了力气一般。那是你还没习惯真气习体，过一会儿就没事。有一回。不了，义父，您这一剑的冲击太过剧烈，我现在觉得心脉乱窜，头晕目眩，五脏六腑一阵翻腾。看来多半是身受沉重内伤，可得想点办法才行啊。听你中气十足、气定神闲地说了这一大堆，凭这样也想骗我你受了内伤？了不起是一点破皮肿痛而已，你只是不想练剑，找个借口打算去四处闲晃吧。义父果然一眼就看穿了孩儿的心思。那一剑还不足以让你领悟生死间的境界，不过你爱怀旧就去怀旧吧，用不着花功夫编出这一堆理由。反正咱们横竖离开不了这绝谷，这剑练不练都无妨。义父息怒，只是孩儿此刻真的没有练剑的心情，咱们不如换点别的。随你高兴吧，那么我先回石屋去，你闲晃够了之后记得把书拿来。是。我觉得远景做的还蛮不错的啊，为什么会有蓝蓝的感觉？哎，这个这边有什么蓝蓝的？哇塞，这地图还蛮大的啊。里面有没有野猪呢？为什么那么执着野猪？这个是，我跟你讲哦，虽然是体验版，但还是要小心，说不定会藏一些什么碎石之类的哦。你没有拿到碎石，你想要弄那个什么最强的武器，门都没有。对不对？小心哦，还是要小心谨慎。算是体验版，但我们要先观察观察。建造了城居的前辈已离开，却在这书库里留下数量惊人的收藏。这书库里金石子集，武学艺术无不俱全，更有许多不知从何得来的奇书秘本。搜罗之广，义父也叹为观止。也因为这里的藏书甚丰，从小我就缠着义父教我读书认字。闲暇时读书为娱，有艰难难解之处，就向义父请教。在这绝谷里，可做的事情虽不多，但有这些书可读，日子却也过得不无聊。把我拿来那本书呢？
武功心法。哎，哦，他可以重复对话 ，OK， 一样。神功巧泄。所以书不是放在这里 ，OK。隐匿的剑法。没东西，好。要出谷的征兆哈，我刚刚先去柳城居，然后走了一大圈回来，然后出发最后一个，我以为就要跟师傅 talk talk 了，结果你现在跟我说再回去柳城居，你在开我玩笑？欸，我刚好像有捡到。再按一次。有有有。又回去了吧。好。勇而轻死者可报也。急而心速者可久也，贪而好利者可疑也，忍而不忍人者可劳也，智而心切者可窘也，信而喜信人者可狂也，廉洁而不爱人者可无也，智而心缓者可习也，刚毅而自用者可恃也，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。这是姜太公论为将者的十种弱点。义父，急而心速者可久也，以及刚毅而自用者可恃也，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啊？急躁而急于成事者可以持久拖延来应付，坚毅而刚愎自用者可用计策谋略来胜之。哦，好像都是我曾经犯过的错误。小子，你连这山谷都没出过，这两个错误却要从何犯起？想必是你这些日子囫囵吞枣硬读兵法，脑子里胡思乱想，妄念丛生，这些书以后还是不说了，给我专心练剑吧。
义父息怒，或许真是孩儿想太多了。哼，所谓兵法韬略，不过是软弱之辈的伎俩，真正的好汉何须这些雕虫小技？如果剑法能练到了尘居那位高人的境界，即便眼前是千军万马迎面而来，在剑下亦如赤子，有何可惧？孩儿以为善剑法者固然无人能敌，但凡人之力终是有穷，而善兵法者能统千军定天下，和千万人之力，则世间没有不能成之事。若欲成就震古烁今的大业，或许兵法要更胜一筹。哼，你向来口齿伶俐，我不与你多做口舌之辩，只是你这辈子还不知道能否离开这山谷。就算学再多兵法学问，要想成就震烁古今的大业，大概也得等到下辈子了。那我把剑法练到绝世高手要干嘛？我又出不去，这不符逻辑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姨父，您别当真啊！这道风凛冽非常，今晚只怕要下雪了。书就说到这里吧，咱们早点就寝。是。姨父，您睡了吗？怎么，还不睡？有件事，孩儿翻来覆去想的睡不着。想直接请教义父。什么事？为何义父最近突然想教孩儿武功？哦，原来如此。因为你要出去啦。哦，原来义父是故意说那些话的。哎呀，我错怪义父了。这还有什么好多想的？反正你平常就经常偷看我练剑法，还躲起来自己装模作样的乱练，与其放着让你自己学歪练差，练出一堆似是而非的难看剑招，还不如我直接来教。原来是这样。虽然你还算是有点天赋，但我非但没有看人的眼光，更不懂得怎么教人，能学到几分得看你自己了。不过我之所以决定教你剑法，也是因为心里存着一个念头。啊，义父，是什么念头啊？你知道了尘居里面的五块大青石板吧？我知道。那些刻痕中蕴含一招凌厉无比的剑法，五块石板正好是五招剑法，想必是当年创建了尘居的那位前辈高人所留。啊，义父，这是真的吗？我初到这无人绝谷时记忆全失，甚至不记得自己曾经练过剑，而在见到这五块石板之后，我瞬时记忆起过去的所学，还在上面看到了一套天下至强剑法的剑谱。十余年来，我常在石板前凝视刻痕一整日，思索其中剑意脉络纵横，一套威力无比的剑法逐渐在胸中成型。但我悟性有限，未能尽得青石上剑招的神髓，参不透其中最为精要之处，终是无法得窥这套剑法的全貌。连义父都无法参透，那想必是天下最难的剑法了。
那倒未必，习武也看缘分与天赋，有人穷一生之力练不成的武功，有人学起来却丝毫不费力气。我一生忘情于剑，生平所愿就是寻找剑法的极致。若我注定要在这谷里终此一生，或许你能代替我参透这石板上剑法的奥秘，让我亲眼见到天下最强的剑法，我就了无遗憾了。若孩儿力所能及，必定设法完成义父的心愿。是地震。义父，这是。不妙，快到外面去。好险啊。看来咱们得换个地方住了。不过在这之前，先看有什么能找回来的。好在前墙倒塌处还有一些缝隙，你我的剑不难取出。等等，义父，还有那条狼皮。你是睡觉时还在吸手指的小鬼，忘不了这条当年拿来当被子的狼皮吗？拿去吧。义父，这是我小时候唯一的回忆，也是我们这些年一起生活的纪念啊。随你高兴吧。说到纪念，我差点忘了还有这个。这个小布包你拿去。义父，这个是你小时候的襁褓，不过只剩这一小块了。那块金牌原本挂在你脖子上，我嫌麻烦就拿了下来，和这襁褓摆在一起。金牌上的字看来是幼吾子俊。义父，莫非我的名字就是从这里来的？我义父懒得帮我取名，所以索性就叫我无名。我原本也想对你一样画葫芦，想那金牌上的字多少与你有关，就随便挑了后面两个字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虽然义父平时都是随口叫我臭小子，还好起名的时候没那么随便，否则这无名谷里住了两个神无名，就不知道要如何分辨了。少贫嘴，能拿的应该都拿了。如果再次发生地震，这里或许还会有落石，咱们先离开此地，到他处避避，之后再做打算。义父，咱们到崖边的大松树那里如何？那里不但地势宽阔，离山壁也够远，就算有地震落石也不碍事。行，你在前面领路吧，我在后面提防有变。是。哦，原来这部剑可以看行囊吗？深，两个深，谁知道谁是谁？玉石块，琼阳剑，炼化，有备无患，捡尸按一，五内哦，五内在这啊，可以看，五内在这，啊，五内要怎么点啊？他应该有教学吧？可以看生物名吗？可以。西利，哎，怎么看呢？二四角色二，哦，好麻烦哦。二四是角色哦，哦，这里啊，这么不明显。5000滴血，150滴血，哎。
义父没有五内人，九阶吉生，那吉生我可以选择吗？确认，不行，不能点啊。可以点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换。绝学也是无方飞剑。小子，停步！啊，义父，怎么了？风中有种异样的气息，不是人的气息。你瞧前面。义父，这气氛不像人的怪东西是？我也是初次见到。听说山岭的洞窟深处有一种叫做夜痴的妖魔，身披鳞甲，半蜥半人，应该就是我们面前这玩意儿。大概是刚才的地震把他们从地洞里赶了出来。看来是非打不可了。小子，躲在我身后见机行事，切勿勉强。是。玩意儿伤不了我，你还是小心顾好你自己吧。无聊至极。这些妖魔中看不中用，根本不是义父的对手。哼，除掉了区区三只夜痴，这黑夜里不晓得还有多少在附近蠢动。如果他们从四面八方一拥而上，我可是顾不了你。这么说来，现在停留在开阔地反而危险。看来此刻还是了尘居比较安全，至少夜痴应该不会开启入口的石门。咱们可以在那里等到清晨破晓，再觅出路。义父，那我们快走吧。先挡着，小子，你赶快进去。是。啊！又是地震！不对，石门不应该突然关上的。居然有敌人。
所以看来就这个，走。泰山地下洞穴，那不是很靠近那个天玄本那边吗？等一下，我会看到方正院师伯。第二章。找方法引。过去啊，干嘛？手朝夜之，也我觉得有点像。哦，这个比较强哦。难怪他问我要过去吗？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通常会手朝的夜之，就是有幼崽在的。根据剑平的说法是这样。我发现格挡的几率蛮高的。暴击啊！太好了！哇，精神禁欲。哎，真的呢，还真的有哎。铁矿石有没有碎石？真的是幼崽区。难道这个是对应《神魔至尊传》的独行，对吧？地尼木他们去表面的那个山洞的地方，是吧？嗯，东岳泰山。还没神音之后，还是先拿走好了。哦，发疯的宝珠，然后嘞，哦，难道这真的是碎石吗？这边还有一个，哦，我刚刚走对了，误打误撞。好，不是，哦，再跳过去，对不起。一直往上跳吗？
OK， 好。OK， 我以为看到斯伯之类的，结果没有，好吧，好吧。师傅呢？会不会跳出去之后到泰山天玄门之后，师傅就不见了？就这样，就这样，我从头到尾没看到。啊，好烦哦。好，那目前就这样子啊。那八千小难度目前体验版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看，只是体验下来还算不错啦。这各位还是可以出来正式版之后，还是各位出来正式版之后，各位还是可以去购买的哟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边啦，好，我们先玩其他游戏吧。